其實頭先咧有分享過啦，音樂其實歌有好多種嘅，情都有好多種嘅。咁頭先可能我哋就都唱咗好多愛情嘅歌啦。咁有一首歌咧係講關於親情嘅，係 Aga 嘅。咁頭先其實我有分享過自己係好中意 Aga 呢位歌手。佢呢首歌咧，其實當初係寫俾佢嘅姐姐嘅，佢姐姐因為有病啦，咁所以就離開咗佢。咁而當我自己聽呢首歌嘅時候，其實都有好多嘅感觸。可能家人咧對於每一個人嚟講咧都有唔同嘅意義。可能有啲人同屋企人嘅關係好 close 嘅，有啲人可能同屋企人關係可能都好疏離嘅。但係其實由出世啦，去到長大，去到可能去到晚年嘅時候，可能陪伴得自己最多嘅就係身邊嗰一位嘅親人。咁都好想大家去咀嚼下啲歌詞，去諗一諗自己同屋企人嘅關係有冇啲咩嘅地方可以再修補，或者再更加對對方好啲，因為其實時間都唔係好多啦。咁係咯，希望大家珍惜同大家家人嘅時間，送俾大家 Aga 嘅羊。Thank you.
呢首歌咧，可能未必好多人聽過，咧就係 Ega 嘅《約》，係關於佢同姐姐之間嘅感情，希望大家中意。唱咗幾首咧比較甜蜜啲嘅情歌，咁之後就想分享一啲比較深情啲、深情啲、入肉啲，係啦，大家可能喺好傷心嘅時候就會聽住呢啲歌，然後不斷抒發自己感情。這首歌都挺中秋的feel 是有些中秋的音樂，是我們這個版本荷華節就是中秋節，大家買月餅沒有，不要旁邊的檔那裡很多，可以我們一邊買月餅一邊聽這首歌鈴聲的，中秋就到了。今天是什麼歌呢？送給大家黃遠之的《下次愛你》。
刚刚那首是韦之的《下次爱你》。